只能看手机里的相片，虽然我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该如何进行，只有一步步脚踏实地在你面前证明。但我一想到发生的一切已经成为过去，就如同剧算般最后写进帘幕的戏剧，现实的压迫要我不得不去努力。现在我更想听到你对我的鼓励，流过的泪，身上的痛，要我一次次振作起来。但看清了这一切，我早已不是个小孩，把痛苦的回忆忘记，要我们看看现在。如果再来一次，你是否会选择重来？想你的时候，也只能看看手机。